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跨越烘焙，带你做回跨越烘焙挂喜悦。我们今天来做芝麻饼干，这款饼干非常的酥哦。今天的配方呢，大约可以做40小片的芝麻饼干。这个配方做出来的饼干呢，会入口即化。如果你想要更扎实一点呢，面粉的比例可以酌量增加。没有玉米粉的话呢，全部使用面粉也可以。这个配方呢是不包含水的，所以虽然建议是用低筋或中筋面粉，你想要使用高筋面粉的话呢，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首先，我们先将奶油在室温下软化，稍微软化之后呢，我建议可以用汤匙把奶油抹开，接着使用打蛋器把奶油打到微微的发白，打的手法呢比较像是左右来回，我手动打了大约10分钟左右。如果有电动打蛋器的话会比较方便哦。接着我们就可以加入糖和盐，继续打2-3分钟左右。这时候呢，奶油的质地大约会是这样，非常柔软。接着我们就可以加入芝麻粉拌匀，拌匀之后呢，就可以过筛加入面粉和玉米粉。这边我会建议分次加入，如果面团看起来太扎实呢，就不要再继续加入面粉了。拌好的面团会是像这样软软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面团放到挤花袋中，先将面团呢挤到挤花嘴口的部分，移到烤盘上，慢慢的挤出自己喜欢的形状。如果没有挤花袋或嫌这个步骤太麻烦，可以直接用汤匙挖一勺面团，直接放到烤盘上，形状不规则也没有关系哦。以摄氏180度烤13-15分钟，香酥的芝麻饼干出炉啦！记得要放凉之后再享用哦。这款芝麻饼干非常的酥，放到口中呢，舌头顶一下就化开了，一不小心呢就会一口接着一口。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步骤。烘烤的时间会根据饼干的大小而有所不同，当你闻到芝麻香味的时候呢，就要赶快去烤箱查看，才不会不小心烤过头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也别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我喜悦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